空间掩盖设计师 Hogan， 我是 Connie， 我是 Sylvia， 我是 Jay， 我是 Claire。 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 Happy New Year。 皆さん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祝福你们幸福健康哦，未来的一年请多多关照。谢谢你们在过去一年对我们的支持，新的一年也要继续照顾我们哦。我们在新的一年呢有重新布置了一个布景的部分，可以希望增添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仪式感哦。在这样的仪式感当中，希望可以融入到你们的生活里面。在过去的一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为大家带来很多生活的不便，但是也使有许多公司的员工大家非常的尽心尽力，所以还是有很多的公司好好准备了春酒以及尾牙哦。那我们提供了四种风格，运动风、时尚风、外国人风，还有学院风的春酒尾牙造型，提供给大家做选择。但是我们在进行的同时，会有一个小游戏伴随着，对，我们希望添加多一点的趣味感。那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嘿嘿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为什么想要这样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开始竞赛了，现在大家是处于一个素颜的状态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有那个直接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开放两位真好，对，因为有对，然后大家也是蓄势淡淡的，先把那个化妆镜都已经准备出来。OK， 我们前面这里有一个小盒子。等一下要开始进行今天的四种风格抽签哦，非常紧张，来吧，好吧，一二三拿出来，紧张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等一下，我们有摸到一样的吗？有，开始我的，这个是我的，好，先第一先猜哦，猜完之后先给镜头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有点紧张，等一下我猜，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吃完。我不可以看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嘞，好来哦，一二三，噔噔！哇，时尚，我们第三，太好了，耶！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缓，有道理。时尚了，好，我们现在要请小帮手帮我们测试三分钟，让大家 Google 一下。毕竟我们是什么专业人士，对不对？玩游戏也要怎么样？对呀，专业。所以我们的妆法都会到定位。这是讨好自己，元旦过年期间的，对，元旦特别样子。对，好，要开始了，小编说开始就开始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到画面，准备三分钟计时开始。而且要背起来。我们还要猜。小主天。时尚风，时尚风不是，但是我觉得时尚风反而还蛮好进行的，因为我每一年都爱看时装周嘛，没错，所以它的那个画面是其实是比较有的，这马上可以影响到的，所以现在老总在在的，现在说完话已经15秒，各位15秒倒数计时，这太令人可怕了吧？画面是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下一波啦！好嘞，像我们的规则，等一下计时开始之后呢，是以时间的长短来判定谁是赢家。对对，所以话不多说啦，我们等一下马上先开始进行，看大家处理的怎么样。因为现在很紧张，到底有人是一月一号就这么刺激？对对，开始。第一次这么写实，我都在镜头前面。大家最佳是多少？为了你们笑，为了要跟你们分享，我们只能如此的裸露了。最真实不过，对。快点！大家都一阵安静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讲一句让你有声的句子。对，一定要做什么事情，不做这件事情，你就会觉得心里过不去。因为我天生就是眉尾的地方就没有眉毛，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在国中吧就开始画眉毛，所以我就会无时无刻都会一直在衡量自己眉毛，觉得只要是一天没有眉毛出门，我就觉得很赤裸的走在路上，说我不能没有眉毛。所以当今天有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那如果纯素颜，我可以素颜出门，但我觉得不能没有眉毛出门。不太好笑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这是对家庭的赶工吗？眼睛不是那么的大，所以变成说我很在意这个眼线的形状，因为它可以让你眼睛会是比较有精神的。所以 Connie 是没有眉毛，我是不能没有
睛。那我应该就是不能没有睫毛。对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去植睫毛的原因。因为像单眼皮女孩一定会最了解，我是单眼皮，然后有点内双，都一样啊，反正就是眼皮很抛，所以我今天只要不植睫毛的话呢，我眼睛就会看起来很不神，像这样，好，也很势利。对，所以植睫毛对我来说算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，是不可或缺的。然后你看呢，他们每一个人在我在讲解的时候埋头，哎，埋头一直画，哎，像我在化妆，我就是一定得要画眼妆，因为好了，眉毛也是一定要的，但是眼睛的妆没有上去的时候，就会觉得那个小孩子就是太过于稚气的脸，娃娃脸，对，所以是需要加强。那你抽到的风格，你会用什么样的发型啊？因为外国人大部分都是自然卷比较多啊，所以我虽然我前几天才把这个烫卷，可是因为外国人风的那个自然卷会比较属于大波纹，比较浪漫，比较性感，所以我刻意再稍微用电棒把那个纹理再塑的比较自然一点。然后待会会利用大长根去增加一点性感的纹味。做的就是最时尚的笔直的。是中长发，大家知道 Breaking 的 Lisa 吗？知道，就是那种中长发，然后是直发的造型，笔直的造型，其实也是去年我们就有看过的。那在时装周里面最常看到的就是整个梳中分服贴，然后梳到耳后的这样子的感觉，配上一个定制服、长礼服或者什么。因为其实在时装周上面呢、啊，发型通常会做的比较极简简约的原因，是因为要凸显它的服装跟妆容。对，所以在这个时尚妆感的部分呢，我就用这样子的 idea 来做呈现。所以我今天的发型其实算是比较极简的啦，但是极简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小配包的哦。首先像我一样头发很直的女生，要做这样子的中分啊，最怕的就是这一个刘海的形状直接贴在额头上面。对，所以我们会先用打底的产品去把你的发根的支撑力是做出来，然后再来梳中分的一个线条，有没有？做发根的这个区块，中分但是不要塌，就是要先把发根的地方让它蓬度呈现出来。好多地形机，大家去参加春节尾牙，如果参加自己造型，其实地形机的好帮手。对，地形机可以让你的一些须须啊，或者想要定型的地方可以做塑形。这样才不会在你抽红包的时候太过激动，整个发型都乱了。整个发型全乱。对。台湾天气太潮湿了，能尽量做蓬一点就做蓬一点。那尤其是像我这种大扁头的、啊，虽然已经绑了半头，但是还是要想尽办法用女指甲上方把那个地方收起来。那这个方法非常方便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取一片发片，虽然以后你可能看不到，但是你可以用心感受。对，那整个把发片这样子整个吸收之后，先把发女指甲部分。推进去完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变蓬了吗？你的后脑勺回来了。哇哦，好神奇哦！对，然后因为像我现在目前的长度还很短嘛，所以我只有简易的在顶部的地方做一个发球发髻。可是因为它是很短的头发，所以我就会有一些刺穿出来的头发，我就用你指甲把它夹凹。那其他大表面的一个头发来说的话，我们就是会用定型衣下去做支撑。定型衣啊，或是家里如果有一些麻辣，可以涂抹在中脑。那喷雾类的产品其实是属于比较轻的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让头发持续比较久的话，就是要选择喷雾类的，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上，它还可以有做隔离湿气。虽然它现在用镜子遮住了嘛，就是隔离湿气。哎、欸，你可以继续了，这是干扰对手的一个方法。四位参赛者请注意，如果你已经完成，只要举起手，就代表你已经完成了。
第一次还送蛋糕还赶紧的。太后，不要生气，我们点点来消消火呗。不用这样消气，叶子啦，来吧，给我吃，给我吃。我们今天的四种风格，运动风、时尚风、外国人风跟学院风，这一系列的影片呢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再加分享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那先祝大家 Happy New Year！